看我们的范例二之十，我们来算几个地偶的大小。我们看看第一个题目啊，第一个题目，它怎么说呢？好，我现在有两个例，啊，这是 A 这个图，一个是向上的啊，五十牛顿，一个是向下的五十牛顿，那么它彼此之间距离呢？两米，对吧？他说如互补所示的三个力偶，它分别计算其力偶的大小各为何？好，这是 A， B 怎么办？ B 是哪个方向？是不是向左下，然后呢右上，对吧？没在没在，那你们之间的距离多少？水平距离还是两米，可是这个角度变几度了？60度。那 C 呢？ C 是什么？哎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下，对吧？啊，水平距离还是多少？两米。可是它给你的是什么？水平是三，垂直是什么？是。我这样讲可以吗？你在不在？好，来第一个，力偶怎么算 ？C 怎么算？力量50，距离，因为你保证垂直嘛。那顺时针、逆时针，顺时针是正的还是负的？好，所以前面加一个负号，可以吗？那这样的结果是多少？负的100。我讲过要写单位化方向，对吧？力偶的单位是什么？牛顿米。顺时针，负的，就画顺时针，可以接受吗？啊，你看不简单。这个呢？7.2，我如果距离很好算，我就把它怎么样算出来。天啊，我就跟我算了。那距离如果不好算呢？力量做分解嘛，我用两个方法教你。好，这地距离是不是很好算？为什么很好算？那距离就画一条辅助线嘛，这是 D 嘛，对吧？那直角对的是两米，那60度对的是 sin 还是 cos？ 你告诉我就好。对边是 sin， 所以二乘以 sin 60度嘛。sin 60度，2/根号3，2/根号3乘以2/根号3，这底下就是根号3米，可以吗？这个超级容易就算出来了。好，那如果这样呢？这个 f 多少？还是50，这个还是50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变成50去乘以了根号3，顺时针、逆时针，逆时针。好，那50乘以根号3就是50根号3。逆时针写单位画方向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哈。再来，我们说，如果你不想算垂直距离，你怎么办？把这个力量哈，因为产生力矩的力是可以沿着中心移动的，你了解吗？你把这个力量移到作用点在这里，这个是不是50牛顿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为什么要移到这里？那移到这里，我等一下会有一个力量会通过这一点嘛？有一个力量会跟你怎样垂直嘛？我在讲什么？你听懂吗？好，你这里60度，人格保证这几度？这几度？60度，因为它是什么角？对点角，对点角保证怎么样？相等。我把这个力量分解成水平跟什么？垂直。这个不要，因为等一下我就以这一点为力矩中心嘛，两个哈。好，来水平多少？50的 cos 60度嘛，50 cos 60度是25，因为等于 sin 30度嘛，可以吗？那这里呢？多少？50的 sin 60度 ，sin 60度是2/根号3，对吧？所以50乘以2/根号3等于多少？是20/根号3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说 C 啊，就等于好，假设这是 A 点，那就是个蛮没了 ，OK 吗？25根号3乘以几？25根号3是不是要乘以2？什么是正？逆时针是正的，对吧？那25要乘以几？25是不是通过 A 点？乘以零。那最后的结果？50根号3。
写单位，正的画方向是不是结束？没事没事。那两种算法都可以哦，都可以哦。好，那如果 C 这个题目呢？你要算距离还是算方向？啊，还是要分解？其实算距离很快，对吧？为什么很快？我只要在这边画一下 D， 可以吗？把它延长，这一个角跟这个角会怎么样？跟这个角会怎么样？一样。这个角对的是谁？是。所以这一个角对的一定是四 ，OK 吗？那直角对的一定是五，可以吗？五个便当是两块钱，一个便当呢？0.4是0.4。啊，你要几个？四个，那就等多少？1.6。OK 吗？好，所以 C 等于多少？这个力量还是50嘛？这个力量还是50牛顿，对吧？所以我的 C 就是50去乘以啊，1.6，什么是真？顺时针一个 C 啊，所以就负的80牛顿，负的就是什么？顺时针。这样有理解吗？有听懂请举手一下。好，手放下，半径2-11。那如物主所示的轮轴，哎，什么叫轮轴？有听过轮轴这个名词吗？什么叫轮轴？我们是怎么样？喇叭锁，你们家有没有的锁是喇叭锁的？有没有？喇叭锁它叫做轮轴，为什么它是轮轴？因为你转的是轮，直径比较大，你钥匙插进去转的是什么？轴，对吧？你想想看，你用钥匙转要把门打开，跟用手转把门打开，谁比较懒？钥匙，因为钥匙作用的那个距离比较小嘛，对吧？那把手的直径比较大，所以你要转开就比较容易。我在讲什么？听懂吗？所以如果同一个中心有不同的直径的，我们称为什么？轮轴。直径大的叫轮还是轴？直径小叫做轴。所以按轮轴一样，好，好，轮轴啊，你如果作用在轮上会省力，如果你作用在轴上就会费力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么轮的半径往这50，轴的半径呢？20。现在在轮上受到两个100牛顿的作用力所形成的力偶的作用，如欲转换成作用在轴上的等效力偶，等效就是它的效果怎么样？一样，也就是转的方向要一样，听懂吗？好，那么则 F 的大小应为何？这个题目根本跟呼吸一样的简单，对。好，为什么跟呼吸一样简单？就叫你去买铅笔嘛，对吧？你想想看，作用在轮上的 F 瓦贼，作用在轮上的，我去画这样就好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作用在轮上，你的 F 多少？那这里是什么？是这个方向吗？是，这个 F 是不是100？可以吗？好，那你现在要改成作用在什么？轴上的 F。对吧？那当然是这样过了。哎，在不在？你们两个要一样。所以黄色的力偶是多少？100乘以几？100乘以啊？那你看，就看它的直径嘛。啊，我少画了中心线。哎，中心线现在是一点还是两点？还是一点？呵，奇怪。100乘以几？啊？100，好。可是这100是公分，你不用把它换成米，因为你这边如果公分，等一下我用什么公分就好，左右两边的单位一样不就解决了吗？好，你们就一细嘛，没事没事。那等一下啦 ，F 乘以啦，啊，那就看这段的距离，这段距离多少？题目就有，你说看无？40，两个都要是直径哦，听不？没事，啊 ，M 的你 MM 我 MM 嘛，无紧啊。你公尺我公尺没关系，公里我公里也没关系啊，对吧？只要你两个相对应的位置单位怎么样，一样就好。好，好吧，那这个需要算吗？几条？够吗？对吧？是100除以4是25，25乘以10，250啊，水，这就是250，听懂吗？力学。判例2-12，如物主所示的物体受到几个力偶作用？3个，四球合力偶为多少牛顿？为什么三个？
你的眼睛小子已经很厉害，帮我看一下，虽然我有套不同颜色，你现在看到三个力，我还是六个力量？三个六啊？六个力量。我现在问你，二至十二，你是看到三个力，我还是六个力量？图上画的是什么？六个力量，而且颜色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吧？几种颜色？三种颜色，每一种颜色就代表一个什么？力偶。三个力偶合成 C 等于多少？第一个是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蓝色的力量多少？200哈。啊，距离呢？60。我们先看一下单位，大家都巧克力没关系，大家都先用巧克力 ，mm 巧克力，对吧？算到最后，如果你觉得数字太大，你就把它换成米，也是这样。好，蓝色的两个之间的距离是多少？会看吗？好，乘以60。你要判断顺时针逆时针。好，我要叫一个同学了。没号码可以叫43秒，他就43分。那现在8点多，8号。来，顺时针逆时针，蓝色的部分。顺时针。好，很好，顺时针就 C 了，请坐。再来是你们讲是什么色？红色。好，红色，我拿红色的。红色的呢，就是11号，红色的，11号是谁？来，红色的怎么算？起来回答啦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力量多少？100要乘以几？啊？王姐，40，顺时针逆时针，逆时针正来是不能。好，不错，11号不错，请坐。再来呢是紫色的。紫色的38号，38号，紫色的力量多少？150。距离呢？20。顺时针逆时针，正来是负的。好，不错哦，这个观念很好。好了，开始算钱哦。负62吧嘞。12。大家都有三个零哦，大家都有三个。好，没有。没有了，是大家只有两个零，所以甘愿一点点，了解我的意思呢？这个呢？3000，对吧？好，你欠人家12000，啊，你赚的4000跟赚3000，啊，总共你还欠多少？5000。好，算钱我们就很快了，对吧？单位是牛顿巧克力，负的代表顺时针。来，我们看万历2至13，万历2至13呢，在第几页？51页，你看它这里有一个物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物体它现在涂紫色，来，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力跟一个力哦，这个力是多少？你先看图，200牛才是你的力哦，而且200牛是垂直向上，这是力，这是 F， 对吧？可以再来再。那力偶在哪里？我用黄色画。可以吗？黄色的这个力偶，这里我得100牛，啊，这里边呢，100牛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给它 A B C D， A 在哪里？这里 ，B， 平行四边形，它应该有顺序的，那逆时针 A B C D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尺寸呢？这里几米？这里4米，那这里呢？各3米。好，这一点是一点，这一点是一点，这是三个力的合力，还是一个力跟两个力一个力有的合力？一个力跟哦，一个力有。当然，以后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三个力的合力也行，然后到时候再说。如果我现在力量是 F， 蓝色的，力偶是 C， 好，那我说最后的结果会是 F， 对吧？你怎么做？大概有3到4个步骤哈，因为我们知道力偶是自由向量，那自由向量就是它可以任意的改变。既然可以任意的改变，我们先让力偶不见，好，让鬼躲起来。鬼有多大 ？C 多少 ？C 第一个步骤，先把 C 算出来。C 等于多少？100牛顿，百乘以几？是顺时针逆时针。逆时针，对吧？
对吧？对。好，逆时针就是正的。好，所以叫做400牛顿米。逆时针。鬼躲起来喽，鬼躲起来，这里就没有喽，就把它擦掉。第一个步骤有听懂的请举手。第一个步骤，手放下。好，第一个步骤很简单嘛，我们叫鬼先藏起来，可以吗？那你这个图里面剩下一个人呐、对吧？哪一个人？两百。如果只剩下这个人，啊，你看他就怎么样？不爽，我就想办法让他死。你两百向上派几个杀手，两百向下赶紧盖球台。没事没事。F 两百。没事。安波进 C。但是你要派杀手，你要付出代价，对吧？可以吗？他代价从哪里来？从鬼啊，因为利偶可以再还原回来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刚刚只是叫他藏起来而已嘛，啊，我们看到他不爽，让他死嘛，啊，让他死的时候，我想要用这个利偶还原回来，这个利偶现在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？顺时针、逆时针、逆时针哦，那也就是你还原回来的力量产生的力有要逆时针哦。你画一个200向下，你绝对要再画一个什么200向上，但是因为你是力有的化身，所以要么你就在这一边，要么你就在这一边，对吧？只有两种可能嘛，因为我要跟你平行嘛，只有两种可能。你说，啊，我画在中间这里，那我画跟没画是不是这样？一样，可以吗？你有人工智慧吗？有吗？没有。你有自己的智慧吗？有。哪一边才是你要的真命天子啊？你觉得应该右边还是左边的？你让他去死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，对吧？然后让它发生之后，你一个画一个向下200，绝对要补一个向上200，对吧？那向上200有左边跟右边的可能性嘛？那让你思考10秒钟，你告诉我你选择是一号还是二号？是你的真命天女、真命天子啊？为什么要选二号？因为二号跟他才会产生什么逆时针利用。如果一号跟你会产生什么？顺时针利用，顺时针利用并不能让逆时针的利用还原回来。我在讲什么？听懂吗？听有无？听有无？好，所以我选择二号。到这里，我这里就要不见了，因为你的鬼已经怎么样还原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没事没事。那问题只要把这个距离算出来就好，一算出来就好。D 多少？200是不是乘以 D？ 对吧？好，我查得太快了，是谁还你回来的？我刚上面是不是写了一个 C？ 对吧 ？C 应该是100乘以啊，是嘛？乘以啊，400牛顿米嘛，逆时针对吧？是你还你回来的吧？哎，在不在？那你还你回来，你的大小有多少？400嘛，所以 D 就等于多少？2米。把 D 标上去 ，D 就2米。这是第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叫鬼去隐藏起来，第二个就派人把力量怎么样杀了，可以吗？但是要派人的时候，你要力有还原回来，可以吗？然后第三个步骤把距离怎么样求出来，最后一个步骤，你的目的在哪里？是不是这两个去死？他们两个作用是在同一直线上，有吗？大小加上方向相反，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，两个彼此怎么样？抵消，你干嘛在画？抵消我就把它擦掉。最后结果是这样，你的脑袋里面，这是最后结果，跟原来的题目，原来的题目你看到这里力量瓦解吗？200。我现在的合成就是最后的结果，200牛顿向哪边上？
作用在哪里？刚刚这里是什么点？一点，一点的左方、右方，右方多少？两米处，对吧？可以吗？这是最后结果，最后的结果是这样，也就是本来三个力，现在最后变成什么？就这个力，没错哈。那这个力跟原来的力完全怎么样？大小怎么样？方向相同，作用点不同。有听懂的请举手。你有听懂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放下这是什么？是一个扳手，弄一个什么六角螺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不要画那么复杂，我就画一条线就好。这个是六角螺帽的中心加 O， 可以吗？你现在有一个力量是多少牛顿？五十牛顿。这个距离是多少呢？这里是200个 mm 巧克力 ，OK 吗？来看题目，题目怎么讲？他说啊，如附图所示，施加作用于扳手上 A 点的50牛顿的垂直力，改以作用在 O 点的力跟力来取代，对吧 ？OK 吗？听会不？五来，同学请看哦。你现在50是不是在这里？你说我想要把它移到这里吗？也是有大概三个步骤，很快很快很快就结束。你要这里，题目叫你移你就移嘛。题目叫你算一加一等于二，你当然要算一加一等于二嘛。题目叫你把它移过来，你当然要怎么样？移过来，50牛顿，那这样就好了吗？如果这样天下大乱，对不对？我想看到哪一个漂亮女生就把她拉过来，拉过来，这样合理吗？不合理嘛，这世界不公平嘛，对吧？那你要怎么样公平？你画一个50牛顿向下，在这个同时，你一定要再画一个什么？50牛顿向上，你听懂吗？那这样有画跟没画怎么样？感觉是一样的，感觉是一样的，听懂吗？可是既然感觉一样，我为什么这样画？不要那么小心眼，永远看这个的，这个也不错啊。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两个会产生什么？这两个，你不一定要跟他死，我们两个会产生什么？力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力偶等于多少？吸能哈，50去乘以这一段，对吧？这一段是冰嘛，这里200，这里度30度。可以吗？好，那30度这里是二分之一，这里是二分之根号三，二分之根号三乘200，100根号3 mm 巧克力，可以听懂吗？所以你们两个产生的力偶是50乘100根号3，顺时针逆时针，顺时针加负的，等于负的5000根号3牛顿巧克力，顺时针。当你发现巧克力太小了，你可以用什么？米，所以换成等于负的5根号3啊，牛顿米顺时针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听懂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那既然你听懂，那我就不要画两个力嘛，以免产生误会嘛。这两个力就让它去死嘛。可是你力偶要画回去啊，啊，你力偶要画在哪里？作用点嘛，可以吗？所以作用点是什么？一个顺时针的力偶，就是5根号3牛顿。有听懂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，我教完了。为什么？你原本只有一个什么50牛顿的力垂直向，那我现在把你移到作用在 O 点，我的力量还是50牛顿，我还是一样向，但是你移动力的过程，同时会产生一个旋转的这种力偶会出现。那这个力偶他把它算出来，当然有可能是顺时针，也有可能是什么逆时针 ，OK 吗？